大家好，我是浅浅。看菜园里面的苦菊现在长得颜值很高，很大一颗。虽然苦菊长大了，但是呢随之而来的杂草也长得比较多，所以呢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给它里面的杂草给它拔一下，然后呢顺带把这个周边的土给它松一松。这个里面呢放的底肥很多是楼顶上面腐熟的鸡鸭鹅粪，所以呢它们开春之后气温在零度以上，十几度的时候呢出太阳了，它们长势就会相当的快。将里面的杂草给拔一下，避免它争夺更多的养分。苦菊菜呢适合就是每年入秋之后气温下降到20度左右的时候呢来进行播种育苗，然后才进行移栽。从头年的大概11月份左右呢陆续可以采收到来年的4-5月份左右。它是特别耐寒的，可以-4-5度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不用任何的做防护措施，可以户外露天过冬。采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剥取它外边的叶子，它会从里面呢不停地长出新的叶子出来。它的优点呢主要就是两个，第一个呢就是特别的耐寒，第二个呢就是没有虫害，属于绿色有机的蔬菜，很适合我们新手朋友来养护，而且它的颜值也是比较高的。拔完草之后呢顺便呢用剪刀将它这些土呢给松一下，可以促进它更好的一些生长。因为底肥下的比较足，所以呢后期就不怎么需要追施其他的有机肥了。看一下它这个颜值状态都还是蛮高的。它的吃法也有很多种，可以素炒、烫火锅或者是拌沙拉都是可以的。当它的整个的植株呢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呢，把空余的地方都挤满了，边上的杂草如果接触不到阳光就不会生长的特别多。我是喜欢养花种菜的浅浅，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分享出去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